再一次掌声欢迎小城故事。合唱团邀约慈济，欢迎您来做客。那么第二首歌我要介绍一下，第二首歌曲子呢叫做《牵手来牵手》。第一个牵呢是千百千万的牵。那么圣言上人呢说，我们聚集500个人呢，就有1000只眼睛，1000只手，就可以成就一尊千手千眼观音。那么所以呢，欢迎大家一起牵手来做慈济。好，我们现在接着欢迎第二首《牵手来牵手》。
在人间。牵手来牵手。第三首歌曲呢，是一位是一首应该是历久不衰，我想大概我们50岁以上的人应该都会朗朗上口，叫做《生命如花篮》。上人曾说啊，生命的长度啊，我无法来决定，但是我们的深度跟宽度呢，可以由自己来决定。那么你要如何来装点您的生命花篮呢？让我们来聆听《生命如花篮》，掌声鼓励。生命如花篮，需要花装扮，年华如彩霞，容易褪色。Oh,
来讲辛苦，唱得太好了。好，请问大家有没有曾经听说过，有人说过，说慈济人为什么做好事都要说出来呢？因为我们慈济人呢，是做我们所说，说我们所做。因为社会上负面的讯息太多了，那么我们说我们所做的，就是希望将爱的种子散播出去，让更多的人呢能够感受爱的能量跟爱的磁场，让我们一起来走上菩萨道。欢迎欣赏第四首《让爱传出去》，掌声鼓励。首呢叫一家人，所以说不是一家人不入一家门。我们是不是一家人呢？啊，是不是？是。欢迎一家人。哦，今天这首曲子呢还搭配手语的呈现，那我们请手语的师姐们将会让这家曲子更加的活泼生动，我们再一次掌声欢迎他们。相信
彼此都感恩，因为我们是一家人，分担分享彼此的人生，因为我们是一家人，相依相惜彼此都感恩，会一手一起来分担分享彼此的人生。我们在这一次呢，欢迎会唱的会众，比手与会的就请一起参与，我们把这首歌唱得更温馨感人一点。我的快乐一起来，来自你的笑声，你如果流泪，我会比你更心疼。我的梦想需要你陪我完成，而你给我的爱让我勇气倍增，因为我们是一家人，相依相惜彼此都感恩，因为我们是一家人，分担分享彼此的人生，因为我们是一家人，相依相惜彼此都感恩，因为我们分担分享彼此的人生。太棒了，太棒了，请再一次以热烈的掌声来感谢我们指挥尤安云老师，钢琴伴奏露露老师，以及快乐合唱团动人的演出，感恩他们透过优美的音乐揭开我们岁月岁末祝福温馨的序幕。